송이비 양문주기 송주 단남이 차신 내준 주맥 최대 대다로 다 돌슴기 티 자임래 去院返会的前行的课程，那是延续去年的大手印疗愈剧的课程，接下去讲，所以今年会讲解的是《金刚萨埵的修持》。哦，那你就看上唐伯爷学的那些，继续跟着往过，你们唐伯搞多啊？你们唐伯你们搞多啊？ 미버데버스타미도 제산 파지다 깽가르스레사 아니 드레인드 깽가 소나 게든드메기 도스미 치디 데브지 게서브지 나로나 쇼고 삼바르드데 총소데 다이네 지시군드 안 고께 디즈 야르 야르로 게르 치다 드레인드 자네 다 바지 드린데 마시 라시에르 지스레 드린드 다드린데 양결 땅에 캬술이야 다지 순부 속어야 놓지 다드리지 양결 주물해 那还记得在之前之一全解的第一第二天呢的时候灌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喉咙不是太舒服那当时就快没声音了 那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的没声音的话呢，那就会请国师迦叉仁波切来给予各位这个疗愈剧的教学。但没想到智一全解灌顶，灌下来声音好像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呢，那今天就好像非说不可了，也没任何借口了。所以呢，接下来就会给予各位这样的一个课程。 Don't clap too much, my voice might go away again. That's why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在昨天国师迦叉仁波切给予灌顶的时候，他很清楚讲说了金刚萨埵的利益，还有金刚萨埵的历史源流等等，所以今天呢，我在这方面就不会多加琢磨了。 但是呢，我们说疗愈剧的这个当中的金刚萨埵的修诵的部分。 那我们说要有头有尾的将它这个教学完，所以呢，我也会从头到尾的这个讲过一遍，念过一次。
니버 디집 존재 이게 개베치라 저리 이겨라 탐직 송구의 교리 소비 대신식의 이겨라 유지 동안의 소비 도심기 이겨니 도심나야 지대는 대비 나의 타협의 생아 보초봐 시월인두기 이겨라 은주남이 규소를 송부 초희룩의 이겨니 대다 이긴 주창 야르 내망의 지리에게 那也是几位一点差。第二进出罪障的百字明咒的，一般而言，百字明咒有两种，第一种是三三摩耶庄严序中提到的如来百字明，以及许多序典中所提到的金刚萨埵百字明。金刚萨埵百字明又有两种，第一种是总集极净部百字明，这个咒语可以代替所有出世间本尊部族的咒语。第二种是真言无上序当中提到的奋怒黑如稿百字明，若去计算咒语的字数，并不一定都有一百个字，但因为都是同一种类的咒语，所以通称为百字明。天来塔兰多斯西为一夜米林端的你来呀有个的天不会这么苦虑给你那么说吧那么的天不卡住了天界也是说吧你也不来들여기로드고마차례는제바이这次教导的是金刚萨埵极净尊百字明的观修次第，观修方面也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观修在瑜伽密室中示现转轮圣王形象的单身本尊，第二部分是观修无上瑜伽序中的双运俱胜本尊。此处修持四加行时，传统上会观修属于瑜伽系统的金刚萨埵。但这里就是多呢，你的前面的力所肯定是主要为了，你这边你都用中文，他们别别的，心中的开窍了。总而言之呢，无论是做任何的修持或者结魔仪轨等等，那我们都需要有尽除罪障的百字明的修持。亚尔基罗宾杰给在位电视这个拿了呀，我这前不对那么的说呢，他们是多把银子你送给我的是我这前不초당규모기우주가르치대회이네요다디기속선로부디탐색도덤바라했소那过去的一位印度的一位论师呢，他就有提到说，对于想要得到大成就者，对于想要得到大成就的人来说，它的根本最重要的如同命一般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也就是要手持三昧耶戒，或者说手持誓言。团队的团部几句没了，下面都几个送个拿了两还有的什么那儿几我夸他们没问的三昧人心党这边看了吗多少三张那第一点推行下午的马戏比呢那那是蓝沙漠国民党去沙漠县亚给女人的约卡布的说话了。同样的，密勒日巴尊者也曾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忏悔过去无始以来所造作的各种自性罪或者是佛制的这种罪的话，那么无论我们在做各种甚深的修持也好，或者说讲说这些佛法也好，我们都无法成为修持跟讲说这样佛法的这种堪能受法的这样的弟子。我们不要的是因为你那么的一个地都是身边的但我们的身边的都是身边的下的。因此呢，在这么多能够净除各种罪障的方法当中，可以说最殊胜的一个，也就是金刚萨埵百字明的修持。亚尔给出钱这个，
那家伙出现存在呗，自动跟那些忙不了的，我自动跟那些，我自动跟这帮忙不了的，早的动啊，满这些冤下边的，别想忙不了的。天南给他吃水去，哦，大姐姐，自动忙不了的，天南大姐，我是自动全部一样，这讲的他忙不起算啊。过去南印度论释有写到多非常有关这个金刚乘当中堕罪的这些注释本，或者说各种的论著，同时呢当中也提到有很多各种能够还净，也就是清净这样子罪业的各种的方法。这样你把马下了去，你把群群一米呢，但马下了去去，俺爬没被俺了呗，女人不耐被一米呢，你要把群我带呗，全部掐去，你把偏用过了。如果说我们犯了一些小的罪业，然后没有马上去忏悔净除的话，就让它放着的话，那随着时间的增长，那这样的罪业它会越。我的第一句啥呢？今天咱女儿拿了，女儿拿了了呀。想到你讨论别的前面那样，这说他的意，好吧，恰巴当见不什么的，恰巴当见不着，到底。大不了他买不了，就不去送也是了。同样，在许多的律典当中呢，如果就算这是在律典当中有提到许多别解脱戒方面。如果我们犯了一些堕罪的话，我们是有一些是没有办法被清净的。突击先不当，大家能信给，突破藤子送给德比给。过年、农历、正月、九月等女婿的女婿们，恰巧都是前面名呢，俺们刷到了给，后皮，俺们准备那点，大土也把那送出来。但是呢，在密乘当中，按照了这样一个三昧庄严的一个序典当中来说的话，同时因为密乘的大悲所致哦，一个大悲心所致，所以在三昧庄严时当中有提到，如果我们能够做 new net， 就是观音斋戒 new net 的，从它的前行、正行到结行都圆满去修持它的话。那我们各种刚刚提到律典说所说的别解脱戒的堕罪、波罗夷罪等等，都能够得到清净。你不下面，特约不来，那时候又拿了呀？管理的账啊，账员啊的不代表呢？你不看见那个月吧？你说啊？同样呢，在密典当中、密室当中也提到，如果能够持诵。像瑜伽序当中的大日如来的根本咒十万遍的话，也能够清净这些罪业。이날들어담지기바르주에어다니인주산에도심들이야여기로지당라메로지넘버니야래다들이야남준차생공원로담배가리야요게로게도슴기에냠는게없래데니퍼지리에추루기원로담배가리야아니라메글로기도슴에다생기융다지야봐아나디디내주로내배고네도슴고되는게유스래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说金刚萨埵呢，它有分为这样一个瑜伽序、瑜伽密序当中的单身本尊，
那这个比较是在我们一般做大手印前行的时候会观修的。那么所谓的无上瑜伽序的双运俱身的本尊的形象，这个是在修持那罗六法的前行的时候才会做观修的。但罗那我给自动下的是不是给感受的那你把心都切切你把心都切切你把刚才写了呀中年我一直都能中年我是永远的练了不许我自动永远的练了不许去穷不赢呢那就你要啊那面来说吧在这里啊建筑业吧你要啊那面给切切下的人他的学习你要啊那面给切马做红利啊提不起比给忘不能不起比呢把这参加着的是你送的啊提不起比忘不能不起你要啊那面把这个切马做红了提不起比忘不能不起参加着的大概那个推举的人不需要的是忘不能不起人家的人送要的一那样多是先别给一个你那不能常说他的我那得看的啥吧怎么样吧那就你他把你三万的三万的还是你没有过的那多是先别给我们的不能啥吧那自动他不接打住个月吧这说我们在密乘当中常常会提到密乘的根本的这个堕罪哦，是如果违犯的话，这个过患罪业是非常非常重的，而且提到说，其实我们很容易犯这样密乘的根本堕罪。那么经典中也记载，如果违犯了密乘的根本堕罪的话，我们就会投身到无间的地狱当中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是大乘的上根上根器的人的话，他在这样一个无间地狱还没有完尽之前，他就能够成就佛果的。那这会有这样的说法，也是会说因为在这样无间地狱当中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行者他能够圆满百字明咒的修持，那所谓持诵百字明咒，不只是口头上嘴巴上念一念而已，而是真的心口如一的这样去念诵的话，那么一切刚刚这里所提到的密乘的根本堕罪，他都能够得以清净。对了呀，求这乐几个，要么求心不邪呢？那阿里呀，这东阿永阿给，他过生年达到东阿永阿，的来了不休息了是。别人碰不得不吉利啊，碰不得不我不吉利啊，我不他们话代表伊呢呀，我不他们话来，因为律师代表伊呢呀，这样多安全重要的是，这里就别人别啥想伊们呢，啥说吉利啊，哎呢，面对吉要不就气节，哎呢啥呢，哎呢这里啊南山，哎呢旅长听了来说吧。恰有过的是天能心给那你三个字都开始动啊就拉不上拉不上我中悄悄中悄悄其实要的是真的送要的那得了那么这个那么这个虚拟那真正一米呢那你这三个和那么的电呢三个女都特别下的刚才还不是个多是都是跟着学习啥呢啊，大家什么叫过嘛的是？东阿讲一个特皮，恰恰乌都这个那边，那边都恰恰乌都这个那边都是，恰恰把家他们的那是北边跟中巴个乌都这个，恰恰他们的那边了，这些个是乌都这个，那恰恰他们这些个，你这个当吧，俺都是身边工地上聊的是，你就是啥呢？东岸上岸的东岸群啊，来拉不来的，因为呢，东岸的办大伙的钱啊，特别是一年啊，我的就多几十米给他们的工地的啊，十几米给吧，那就是要不要么的都说了。
那么阿底峡尊者呢，他曾经说过说，这是非常容易，我们非常容易有违反这个密乘的根本堕罪。那么他做了一个比喻哦，就好像如果你把一个曼达盘擦干净了，放在一个地方，但是它还是很自然落下了灰尘，它又变脏了。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的，可以说沾染这样子的灰尘，也就是沾染这样子的根本堕罪。有一个弟子听了之后，他就问阿底峡尊者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密乘不是说可以在一生当中快速成佛吗？那如果我们这么容易违反堕罪的话，我们是否就不可能在这么快速的一生中成佛了呢？阿底峡接着说，他说不用担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最殊胜的净除罪障的方法，也就是金刚萨埵的百字明。那同时阿底峡尊者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是用这个叫投石袋哦，也就是藏人牧人呢用以驱赶牛羊的这种一个腰带，它上面会放了一个石子，会丢出去去赶这个牛羊用的，就好像说这样子的一个投石袋能够一下子驱赶这样子 成群上百的这样的牛羊一样。同样，如果我们能够修持这样的金刚萨埵百字明的时候，你就能够净除所有的罪障。那刚刚这里仿佛说是投石袋，它是去驱赶这些鸟，是能够同时网罗驱赶这些鸟来用的。那同样用，就像这个比喻，金刚萨埵能够净除所有的罪障。俺大男生开挖卡些，搞得送过来了是哪？소다르기예주도면수준디가사지유로소다르기예주도면수준지나를예외치디딘도안가사디지전주쌤의도마질랑디딘도상하기도마질랑의유미나다디나르기예주도면수준디치기도마디다차시에서는라도디기연락으로지쳐야하랬습니다디연락으로처의의의인상지상하가도바당전수쌤의도바대다탐지냥바소를취급지종어의미나디기차시에디연락소탈기도바대야아는랑기랑기소를취급했어란다도냥바소토바라고드리지용교하라서다된기차례지당그고랑고랑도바소소소소리야냥나치주기왜초가서는라도라는수수수수요아래디이인베이네양대네지돈바고모니무슨말을다지나기돈바당저주쌤의돈바다다지냥바소르주그러면들이좋은의미나엔디예람디차시소다르기돈바디지이네야퇴기샬레야아니냥나소르주그러면냥나소르주도그러면들이지용교아래다개바디렉순교아래디니디균젠데네다간다라가수해지초진의샵이나당기권의쉽는신기지소다르기도발레전수쌤의도발순가전수쌤의도발레나기도발순가근데지인비네야순가와난신기양한테리야지양바이나디비칠주차탑이네야아니야삼기미겨봐가수해탑매도중화진짜여비입니다이주산에한디지야순간에가본도사면한디역사말에서서로들리지바지전국유성래那过去的一些智者呢，也有提到说，如果一个行者，比如说他有受别解脱戒当中的像是律仪戒的话，那么这个人接着他又受持了菩萨戒，在这之上又受持了密乘戒。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行者的时候呢，他这时候他本身具有的律仪戒，也就是别解脱戒当中的律仪戒呢，就会成为了一个等于说分支了，就会成为了菩萨戒跟密乘戒里面的一个分支。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行者他因为犯了这个密乘戒或菩萨戒，并且也如法的去还境，就是去忏悔接着去还境的话，
同时间他的别解脱戒，他的律仪戒呢也会得到了环境哦，也会得到了这个清净。那虽然我们会说像是律仪戒也好，各个戒也好，它都有各自各自的一些环境的清净的一些方法，但是按照这些智者的说法，也就是如果上部的戒，也就是所谓的菩萨戒跟密乘戒违犯了，而这个人他如果如法的去环境的时候，清净的时候，那么他的下部的戒，也就是律仪戒呢，也就会得到清净。所以我们不用觉得说哦，这个我们常会说菩萨戒要修持比别解脱戒难，那么比起菩萨戒的修持，密乘戒的行持呢是更困难的。我们不需要觉得说因为它修持很难，那么这个环境也很困难哦，或者说清净的方法也很困难，倒是不用那么想。就像这个智者他说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如法的做忏悔清净环境的话，由于上部界的这种力量，就是密乘界菩萨界环境的一种力量的话，那么同样下部的界它自然也能够得到清净的。本来成就生命的成就生命的东北云电影卡萨基而呢卡住了这里啊说他的给동지금접접동서말하다쏴다라고판발을주무입니다오쏴다라고판발을주무입니다에너지가수에디귤이야면바천주그쌤디마냥부채유야부채이나그귤이야저쏴다라고판발을주무입니다면바천주그쌤디마냥부유야부채디는이미이나그지양결这个他说电给冲呢什么的电给冲呢娘吧就去拉出血腿啊等着要到底女人拿了呢等着要嘛那因为呢到底看啥因为呢他说情绪什么啥的但是他说女人腿拉不起血腿啊他能心给给把长面把头发了呀错啥就像这个大家的沙发人不休息的人也会有三年这里啊你说到了那些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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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이내댐버치원도채비네안그런뉴에게로다는치치뉴엔주다는시채비네디지댐버치다튀채와르다용디와래간다량다공도쉬는신기나들에게가르쳐지양지넘버공모드수지초지는순가와치이베니아초지니들려야지냠나치쳐봐나들에게답사모매드쇼나들에게비밀에너희들사네다디딜리아베바추신시베이미나아니마즈사마르지지구메그바저마르웨아지디리지용사레섬탕도나经典中有记载哦，譬如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受了菩萨戒的行者，那如果他违犯了别解脱戒，譬如说别解脱戒当中的波罗夷罪的话，那么但是如果他并没有违犯他的菩萨戒的话，换句话说他的愿菩提心这个戒他还持有的话，那经典中说他可以依在一个就是比如说佛法僧的所依这样一个对象跟前呢，他再次的还境，再次的回复他的这个别解脱戒。当然这是从菩萨戒的角度来说，你不会看到这样的说法在律典当中不会这样说的。那所以为什么这么说会有这样的开始呢？对于菩萨有这样的开始呢？因为一个菩萨他真的是需要利益众生，而且他需要很长时间的去积聚资粮，净除罪障，
这样一个菩萨他真的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如果因为别解脱戒而局限住他的这种开展，或者说局限住他的这样利益众生的修持的话，那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对于菩萨的话，有这样特别可以还境别解脱戒的这样的一种开许，那当然这是从一个菩萨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从整体佛教来说，那么当然要持守律典，或者说符合律典来行持，这当然是最好的。所以总的来说呢，虽然说戒律一个比一个难以持守，就是菩萨戒比别解脱戒、密乘戒比菩萨戒难以持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如法的去忏悔、去还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修持得以进展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如法的修持，所以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一种压力。呀，大家听就算呢，不是在读书的心差有不着，那就是过年，就是过七个吧都，那不行，干嘛损失的嘛？他干嘛损失他们嘞？人就是呢，不是干嘛损失他们钱？你这里啊？차등거래차등기는차통차통에너지접상병이는접상패근데야패스주사네추주지기린리야도슴기곰대차곰대냠내차도슴곰대냠내차제상에가장원하는톱심을해따지는게도슴곰대인데마롱기소리지뮤지지채드린냠도도슴기냠아다소차도슴기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接下来9点到9点半有30分钟是休息，我们可以喝茶，同时也可以去上个洗手间。那接着呢，接续会有一个小时，休息之后会有一个小时，我们会一起共修金刚萨埵的修诵法门，也就是会观修金刚萨埵，并会诵持百字明咒。尤其昨天我们都已经得到了金刚萨埵的灌顶了，那接着今天会给予各位金刚萨埵修持的口传，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一起共修。但是呢，我还是想再跟大家多借个5分钟，有些话想说。我们的长官是对我们这个用心用心，用心，那么还有，那么，他真的，他刚才讲故事的时候就用心算了，他用心起码都要嘛，他咱知道他，他那就算呢，那么还有，啊，国民的，他的那是他的铁板面都的，这个俺俩就算的，根据毛囊隔离啊，一个，同住前头两个都是在那算的。이게동주제약이뒤주디당연시해보지모남걸매래나제인주스타네땅에엄마지가리를채고난상태에서언달이도슴냠티격이여비대단냠도이게로장소잖아아주미망고예비인사동주를지도마손에사악하시로투야나도시러워야래나제인주스타나조조조조디지금안주다가공주쉬는신기지상한양령층에내이메인상아니저도망부쉬지내조지반대어디시야더불러야아니왜상한니도차오바보용어도쓰는지나졸라도다배가르추쉬쉬야르지왜자졸룰룰지게이게내인주사는망부지쉬이게래아니디나는양안주지까마감사한알로래지내배롱어다지就这哈些个人呀，大干的你最近专门的忙不休穷钱，大爹给这拉拢，他们自己那的，缺照片子一批，他们自己那的，但你都忙不休穷啊了，俺就确实呢，所以说大这比大不如人上天的要来的，人比那样，这全都大干的，干了看不起，这差点要来的，就算第一就在那点呢，那你这个这你懂，在他们这里啊，这。
Nebala never shave at home. Did you never join a tumble? Never shave Yemina? Anzu, Samoji, Ashway, Tamsi, Tubaji, onto Ajitang, and Dana Singi, you were much in there, and Tamsi is still me. Jiggy Gwane, and Tashin Gavage, you want to go to some of the Negi, Yishi, you should hear. That did it. Come on, at the tea. Come on, at the tea.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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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as in the Churanga, come on, Yash.大司徒仁波切的总经教师曾经告诉我过，如果在祈愿法会的时候能够持诵100万遍这个百字明咒的话，那这会是非常好的。不好意思，这个数字我会再查一下哦，应该是100万遍还是1000万遍的百字明咒的话是非常的好。那但是我一直在找时间，也似乎没有这样的时间。那但是这一次我们能够一起来修持的话是非常的好。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真的是修持密乘的行者，那么相信我们一定也犯了许多的这些堕罪哦。就像就连阿底沙尊者都说，都形容违犯根本堕罪像是如雨一般的降临这么的多，那更不用说是我们来讲，这样的违犯堕罪呢真的是如江河的流水一般，是更多更多的了。那么尤其呢噶举在这么多年来师徒之间也好，法友之间也好，我们也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教派当中，那相信呢我们许多的戒律也都是违犯了，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过患而忏悔的话，相信我们的戒律能够得到清净，得到环境，那么是也期望噶举的教法能够兴盛。那刚刚是说呢，那位总经教师是说，如果能够持诵6亿遍的话，那么会是非常的好。